大家晚安。拍摄我迟到了。因为刚刚到太晚才结束，不好意思，迟到一波，主播谢罪。我手机还没电。快死亡！晚安安，我刚才跑到小晴直播间，然后被抓到。是不是有点曝光？白色多一点好了。谢谢阿珍送的 Have Fun， 谢谢。为什么看到小晴？小晴在讨论你，小晴讨论我什么？真是让人好奇。我刚才有听到他跟我打一声招呼，然后我就发现我刚才去开一下直播，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刚刚在传讯，我刚刚进来直播间的时候我还没有在家里。阿珍送的妈妈，晚安晚安。我的口红还跑掉了很多。等我回个重要的讯息，不好意思。谢谢小雨的星之冠，谢谢。谢谢桃花哥，晚安，你好。泡芙大叔，晚安。伯乐老板，我们不是在做什么重大企业啊？这些例行公事。晚上好，各位。今天就轻轻松松来开个直播吧。我哪天不哪天直播不轻松？我今天吃东西可能会避镜头，因为我发现我吃东西不好看。团长也是这种 boss， 对啊，大家三十号记得要来看我们 The Puzzles 的首次表演，然后大家都去参加标注活动了吗？哦，吃薯条，对不起，因为我不想给你们看我吃薯条，因为我刚刚很赶着回家，然后。我就想说家里有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我就打电话问我弟弟说，就是家里现在你们有买什么东西吃吗？他们就说他们刚刚买薯条，问我要不要。然后我想说就先吃这个垫个肚子。倒数五天，加油！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觉得我需要就是柏林好久没来了，我需要管理一下我的形象之类的。是不是有形象的比较受欢迎？
有的，大家都喜欢有形象的。晚安，各位。哪有啊，我在直播打哈欠也没有很大好吗？我有形象，我有形象吗？没有吧，试一下。算了，形象那种东西就算了吧。怎么那么难过？团长对啊，我是团长。把对比开强一点，会比较好吗？没有，对比开太强有点。假，你很像假的。TP 形象怎么破灭？怎么那么难过？没有啦 ，TP 形象没有破灭。我们还是可爱的，台北女团。因为暂时比较在台北红，所以就是，我们也没有很红，可是暂时在台北，主要粉丝都在台北比较多。虽然我知道还是很多，就是中南部或者是国外的粉丝啦。对啊 ，TTP 也很多成员都不是来自台北的，也有不是来自台湾的成员。我发现大家都是中南部哎，我的粉丝好像都是中南部比较多，是不是？那你们好累哦，每次上来都要花很多时间。金街大叔默默的台北，金街大叔这样子从所有中南部人的中间插出了一个台北。台北哦，有暗红，暗红也是台北。听冰是台北人吗？是吧？好像没有，就是给大家身家调查过的样子。卫生纸。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这辈子没去过几次中南部，去过可是很少住在那边。可是偶尔去的话会觉得心情很好，就是应该是中南部那种环境吧，就是觉得空气很好，然后放松，然后跑到中南部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就不会就是很放松。我现在都会去中南部的地方休息，偶尔有时间回去跟爸妈回去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在台北打电动跟在就是乡下打电动那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在乡下打电动的时候真的在放松的感觉，在台北连打电动都觉得很紧绷。是因为台北太忙碌了吗？然后，因为台北空气不好，台北在交通上面真的，就是尤其是大马路上面的空气真的都不是很清新。然后每天上班上课的人一直骑车，感觉对肺部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台北以外的地方空气都好很多。台中不知道台中那么气了。台北的气氛比较压抑一点，可是台北也是比较偏方便的，就是因为方便，所以人都在这里。
台中空气很差，可能因为台中也是比较算都市吧，就是比较繁荣一点。最近调职到台中压力很大，调职是调到同一个公司吗？调到一次会调这么远呢、啊？直接跨县市这样子？台中现在也算方便。我去过一次台中，去几次台中去找我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坐火车，然后到了以后坐公车，然后他的公车好像是几公里以内，好像不用钱。我觉得很方便，谢谢一笔丫丫的追踪，谢谢哦。你们好，晚安，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柏林，欢迎大家追踪我的浪 Live 直播账号，来欢迎去追踪我的官方 Instagram 的账号，然后就是点罐头留言可以看到我的 IG 账号，或者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IG 账号在这边。十公里内免费，对啊，我觉得很方便。就是多多鼓励大家，就是搭乘大众运输，交大众运输工具这样子。在台中是把你们付过一次公车钱，是因为你们学校都很近嘛之类的。可是我到高中才开始需要坐公车去学校，不然我就是到国中前我都是读离家近的，就是近。台北的房价也比较高的感觉，就我有些同学，大学同学，然后他们住宿舍，因为他们就是中南部人，然后他们住学校的宿舍住得很不习惯，他们就想要在台北找房子租，可是找一找他们后来都放弃，因为他们觉得跟他们那边的房价差太多。对啊，我真的觉得高中离家里太近，然后就很容易迟到。我之前也常常这样，我都会算哪一班公车会准时到学校，然后哪一班公车只要搭上就一定不会迟到这样。然后我那时候住的地方就是我那时候有个同班同学，他跟我家很近，然后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就是我们没有到很好，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坐自己的公车，我们不会约好等对方之类，可是就是偶尔会偶遇，还是会一起搭公车。然后，就常常跟他一起搭公车，可是就是到了就是高三以后，因为我比较早18岁，我先18，然后我那时候就先考驾照，而且我很早就考了，我在11月就考驾照，那时候考了我就开始可以骑车上学，虽然我都是骑我妈的车，可是就是很方便，然后变得我可以，因为就是有些公车你只要没有搭到就表示你今天一定会迟到，然后我那时候就常常在压线时间出门，然后我就绝对不会迟到，因为我就是自己骑。然后我有时候就会看到我朋友在等公车，就那个同学在等公车，然后他那个时间还在等公车，表示他一定会迟到。可是我就经过他旁边，我也没有安全帽，我也没有载他的意思。然后经过他旁边，就是他跟我对到眼，然后我就会对他笑一下，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很讨厌，他就觉得我很欠扁。对啊，然后就很赞啊，我就直接冲一波去学校上课，直接也没有迟到。然后他就是我已经在教室开始吃早餐，还在默默的走入教室，然后是被记迟到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果不其然，就是他18就马上去考驾照，他也比我勤劳，就是马上就去考了。我至少等了一两个月我才去考驾照。对啊，超嘲讽，就是曾经我们两个就是这样一起等公车一起迟到的存在，然后今天竟然就是我直接丢下他，哈，三生赶快老婆，他去学校被他打死，就是常常考好，就是考到驾照以后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我一个人有车，然后其他人没有车，虽然我都骑我妈妈，然后骑到后面我妈妈就说她要骑，然后叫我不要再骑，然后我要再搭公车搭一段时间，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存够买机车的钱。
我们学校就是迟到很容易被记劳福时数，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早上都要打扫，然后你如果没有去打扫，他就会有一个纠察队来记你，然后记你好像就是记几次，然后就会换一只劳，就是换那个，就记你一点，然后一点就是要靠劳福时数，好像两三个小时去换吧，我觉得超级无敌过分的这个规定。谢谢阿珍送的海放，谢谢。应该买机车，有后来我有一台自己的机车，可是我是骑电动车。谢谢今天上课是送的枫叶，谢谢。嗯，今天还蛮早起来的哦。然后就刚刚才回家。因为晚上本来要上课，可是我中间有大段时间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跟栗子去乱晃，去吃东西。我的智力大考验，23名，别提了，算什么烂成绩。我还蛮意外，我可以，我当初就是，因为我们当初已经播完这个阶段，所以我现在什么都可以讲了吧？真的，这个真的很好笑，我真的觉得上这白痴。就是我们那时候坐下，他就叫我们填写一个问卷，然后就大概回答，就是你觉得谁是笨蛋，然后你觉得谁最聪明，然后他问说。你觉得你会第几名？然后我本来就写，我就写说，大概，我就抓了个大概，我就说大概，因为我们不是40个人嘛，就是40个人左右，我就写说大概20名内吧，十几名这样。我还写说标注，就是说要是没有十几名，我会很难过。然后结果我23名，吐血。对，然后就23名。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他会考那个，我以为他会考。就是像之前那个 AKB 那种 center 试验那样子，就是现在不是有个那个很久以前有考过一个，然后那个粉丝也可以考，然后我们也有考，就是考那个试验，你们知道那个吗 ？AKB 的那个，然后就是里面有考很多 AKB 的历史跟一些。他会考一些 AKB 的历年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成员，比如说他放到照片问你说这是哪个成员，然后或者是他问你说 AKB 的什么什么什么是举办在什么时候，民国几年，就是西元几年啊，然后还是第几张单曲是叫什么名字之类，就是类似这样的题目。对啊，我就觉得哦，这个题目就是我觉得考起来比较轻松。对啊，然后他这次考这个真的是有给我困难到，可是就是真的我对国中的题目比较没有那么多印象了，现在尤其是数学，我公式真的是忘光光，我公式记住了真的没有几题，然后英文就是全凭那个实力测验这样子。你没有自己回答吗？我觉得超难的，我不能说超难，可是我国文对蛮多的。对啊，晨晨真的很可怜，晨晨真的是最惨的一个，他就是连学都还没有学，他直接没有机会。你没有发现，就是包办前五名的几乎都是就是高一嘛，就是刚考完会考的人。
我有及格，我先跟你们讲，我有及格。数学有些很简单啊，数学有些是逻辑吧。就是逻辑题目，而且他没有叫你列公式，所以就还好。我真的很讨厌那个要列公式的那种逻辑的题目。那个什么、生物真的很难欸，就是什么肺在呼吸，你在呼吸的时候哪个地方会动，谁会知道？就整个肚子都在动啊。然后英文就还应该还好，我觉得高中的英文比较难。高中英文真的是。你知道我现在又忘记了吗？就是肺在呼吸，到底是哪里在动？嗯，好吧。今天生日会是。杰星，然后诗雅、布丁、韩寒，还有刘佳。刘佳第几名啊？没有忘记，我看一下。我得忘记大家的名次了。我只记得我自己第几名，我很少，我只有记第一名跟最后一名跟我自己的名次。我其他有点不记得，可我记得诗雅好像前六，是不是？排名太长，要打很久，请稍后。他是不是最后面几乎都在，就是时间都在公布谁第几名，谁第几名这样？还是他前面，他前面在公布，很瞎哎、我看一下。大家的学习成就，我要看一下大家学习成就，因为我没有很认真看大家的，我还没有很认真看这一集。韩第二，对韩第二，我真的觉得，而且韩是坐我旁边，早知道我就看他答案了。我那时候想说他绝对不会很前面，所以我就不要看他答案。可是他很多答案的，他的那个什么，就是他的选择题都写的正确的很多，可是他的那个什么，他的加分题就是那种手写题，他都欧北下，就是他都写一些很瞎的答案。学测自然顶标，拍拍手，这太厉害！考全校第三十八，我看全班第三十八，我想到全班第三十八了，有时是怎样？看什么？这是谁的？第十名吗？第九名？第九名是嘉安，第九名是嘉安，这么厉害！小学二年级时数学都100分，啊，这个很厉害。可是小学数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不是还在学就是加减乘除之类的吗？我也觉得加分题很多人在乱写，那个蝙蝠，就是那个蝙蝠那一题，他问蝙蝠是什么类的动物，刚好我前几天在玩不知道哪里来智力游戏的时候，他有考我这一题，然后那时候就记得，高中准时毕业，太厉害了，卫生股上当四年，这个跟聪明没有关系吧？我这个就很厉害。国二、国三班排第一，李佳怡小学四年级班排第一。我小学最高的名次只有第五名，我其他都没有得过，就再也没有前进过了。然后我当过那个什么，什么校礼仪楷模还是校替楷模？我那时候被提名当校替楷模，然后我那时候校替嘛，校替楷模就是孝顺，是不是？然后我那时候回去跟我妈说：“妈，我被提名这个。”然后我妈还笑我说：“你哪里孝顺？”我就超傻眼。礼仪楷模，
觉得那都是老师乱想。所以什么校青楷模？对啦，那个啦就是应该是那个东西吧。反正就是后来是上礼仪楷模，直接吐槽。我妈说你哪里孝顺了，我就傻眼。校替楷模，不知道我忘记叫什么，对不起，不要管我。国三时物理考试全都满分，读健康系没被当过健康系。三岁会背唐诗三百首，这个骗人的吧？真的假的？如果是真的就太厉害了。公民小公主，公民月考考过全校第一，我就很好奇全校第一到底要怎么考，还是一百分就是全校第一了？就是因为一百分一定不止一个啊，国中都考第一名哇，很厉害这个。19名、哦、他名次越来越往后压，难怪只是就觉得离我的名次越来越近的感觉。班级排名前五，全系第9名，哦，这个感觉很厉害。崔果安，英文说故事比赛全县第一，哦，这个也很厉害。儿歌300首，21名，断线第一，学习成就，这个真的很好笑。倒背英文字母，礼貌大使。礼貌大使是他自封还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对啊，23名哦，我跟诗雨，我们两个对啊，第三名，23名的日文都不错，真诗雨日文没被当过。我这种比赛第二名，那个真的很瞎，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圆周率可以背100位，这个真的厉害，我觉得背英文单字很快。对，感觉郭姓宇的英文还不错，我感觉。然后藤井麻有一个在大阪的英文考试第一名，感觉他的成就不止这些，他在谦虚，感觉麻友在谦虚。那28名，国中校排前30，是这样，学校只有31个人，没有啦。感觉 Mina 这种会读书啊，好像讲完会不会被全世界讨厌？算了，没关系。不是开玩笑，对不认识的乐器很容易上手的，这个感觉得出来。国中模拟考都17名，都刚好17名，这个有一定的实力，有一定的运气。偷 diss， 我就是 diss 哦。31，30名吴婉玲，国文没被当过，哦，国文也被当过耶，那他比我厉害。刘雨晴，大学四年还没被当，那我努力达成这个成就。33名，美玲好像是看不懂题目比较多，是她看不太懂题目的样子。那时候历史考试每次都90分左右，那这很厉害。听说我那时候就是学校考过日本历史，然后我美玲有跟我讲过，就是她历史还不错。哎，她有没有写就是剩下那5名的人的成就啊？我比较想看他们的。为什么这边要特写我？好白痴哦！超好笑。是在 Hello 王？你们心里的 Hello 王到底是谁呢？前六名，前六名真的很厉害。因为你笑杰星最大声，哪有，那个时候名就是孟纯，就是笑孟纯。我本来想说就是一起说好，就是大家一起笑杰星，然后杰星就可以当 Hello 王，然后结果发现就大家也不团结，因为大家都想要笑某某。我觉得这个没有很准，当然聪明的人是真的聪明，可是名次靠后的人，我觉得是跟题目有关系，就是
毕竟这个都是可能离一些成员来说，对一些成员来说，这是比较陌生的题目吧。酷虎瓢。一开始压语录，我也觉得有些人可能在乱写，因为有些人就是考试的时候一直讲话很吵。当然，你知道考试超吵，尤其是那个黄秘书，就是考试的时候黄秘书一直讲话，他一直在实况报道，然后我都没有办法专心看题目，超吵。然后我跟韩寒他们就捂着耳朵写题目，因为他必须要做节目效果，所以他就要在旁边一直实况报道大家谁在作弊之类。可是我觉得最吵的是秘书，晨晨我就觉得不能做准。对啊，晨晨就还没有学过，可能我们之后两三年后再来玩一次，然后看晨晨那时候会第几名。结果晨晨那时候就第一名，尴尬。很麻烦，是一次要擦一次手。他考试的时候有点吵。工作人员出题目应该没有想到晨晨还没有考这件事情。毕竟我们现在国中生好像就剩下妮妮跟晨晨了吧，可是妮妮已经快毕业了，晨晨还有一年多才毕业，晨晨还有一段时间才能直播。嗯，我也觉得就是黄秘书是个很活泼然后幽默的人，适合在目前的人，就是他的个性比较蛮温暖的，然后对我们也蛮不错的，所以觉得他不管做幕后还是目前都很适合。那有人秘书颜值蛮高的啊，只是可能就是奶冻人吃比较多一点。陈晨说：“真的拿第一下，这样就可以从教室跳下去。”这吓死我！是什么？谢谢阿珍送的橘猫，谢谢。耶！谢谢橘喵，橘猫猫猫猫猫，真的不敢想象，笑死。耶！保持微笑开直播，困难。可是我觉得可以当模范生的人都很厉害。是啊，说他当过五六年级的模范生，超厉害。我以前想当模范生，可是一直没有当到。听换歌。Netflix， 我爸最近在用那个。我爸最近很喜欢追美剧，然后他就一直用那个城市。对啊，我也从来没有当过模范生，可是我一直很想当模范生，是我小学当中就是一直很想要的试试看的一个成就。可是模范生是一个很荣誉的东西啊，就是你的照片会被贴出来。主要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有一个邻居的姐姐，然后她就是住在我隔壁，然后她大我两岁，然后他就是品学兼优，然后就是说家长嘴巴说的那种别人的小孩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姐姐，就常常跟她一起出去玩，所以就是她厉害的地方，我就会想要去学。所以那时候看她有模范生，我就超想当模范生。可是我就是因为太调皮，所以就没有当模范生。可是模范生就是。小学模范生就是班级投票不是啊，就是班级投票，然后选出来那个人就是模范生。然后国中是选出来以后还要再进行全校票选，然后选出来那个人才是模范生。我记得好像只有二三年级可以，就是选人出来，就是。我
那你才当过一次模范生，一次就很好啊，不是吗？模范生是殊荣啊。哦，家里来了吗？谢谢家里，我刚没看到，谢谢家里的枫叶。我本来想说大概开一个小时后再来找家里聊天。谢谢 CJ 送的果汁，谢谢。吃啥？没有，我今天开两小，可是我后半应该会边跟佳丽聊天边开直播，这是今天的特别环节。其实没有很特别，其实半点吃完你回来。好，今天两小，请大家一起陪我陪到最后，谢谢。好哟，谢谢。我去拿我的东西，等我一下。我够得到。有够远的，可恶！耶，环节。我在拆我的塑胶袋，你稍等，就这样。好，放下，没事。晚安，小爱，晚安。大家晚安，我是 AKB48KTPP 的柏林，欢迎追踪我的 Long Life 账号跟追踪我的官方 IG， 在这边这个地方。哎呦，其实没有聊什么，应该在日常闲聊吧，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聊什么，因为平常就聊很多。谢谢阿正的开放。这挺要被你觉得追走了，为什么？谢谢阿森送的嗨放，谢谢。啊，我的刘海。他们一起吃饭，太慢，互相喂食，没关系啊。我瑞婷需要多一点朋友，所以他交多一点朋友没有关系，反正他不会忘我。小倩不也是被云爵追走了吗？照片超帅，耶、yeah ！谢谢 Poco 送的草莓，谢谢，谢谢 Poco， 你好啊 ，Poco。后面妈妈看不到，一直看到鸡收蛋机。哎，你还有想要允爵那张？你看我这个回怼厉害吧？收蛋机冷汗直流，对没 ？Mina 一哭 ，Mina 表示小千，什么？好，那 Mina 呢 ？Mina 是。好像是 Mina 十年老粉， Mina 有不要造谣，没有，我知道。晚安安，没事。还是跪榴莲吧，怎么处罚都这么悲惨，来我这边都不用被处罚哦，真的。欢迎，还是跪榴莲吧。蔬果头发，就我的头发好，是吧？
刚才躺来躺去，它有点点乱掉。对啊，在这边不用当工具人欸，我人很好的，妮娜人也很好啊。谢谢阿顺的星之环。耶、yeah ！上次不是有凶过？我们体验到我哪有凶啊？我上次哪有凶？我明明就很少凶，我平常讲话就很像在凶人了。好像有这回事欸，可是那个是你们叫我凶的、啊，我很凶欸，我真的很凶欸，你们要我凶起来，我可以很凶欸，就是不准我们乱跑的，但是我凶完你们不是都会乱跑，换风格，就欠 diss 啊。你说我没被跟到，我刚才也不够凶嘛，我觉得我刚才很凶的。我都在哦，当然知道啊。看妮可的彩虹勾勾一直挂着，小倩勾勾变咖啡色的，太难过了。应该只凶过你弟吧？对啊，我刚刚就是我刚刚开直播前还大叫说安静，我想聊，他打给我，好，那我大概在十五分钟打电话给你。刚才神回应还有一句话说不了，我刚刚听到你这样打，那时候我想说我大概要回这句，然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就被我吓死，手手准备好。对呀、啊，哎、欸，好像很需要你们支持的。好，我准备好了，我一直接，你看我看得懂他打什么，我看得懂佳丽在打什么。抢到妮可的红包，谢谢妮可的红包，谢谢。真爱就有办法了解他在打什么火星文。哎呦，没按到！谢谢薄包，为什么是薄包？抢红包！谢谢阿正的红包，谢谢，谢喽 ，bro， yeah， 一个红包，赶快，手速！谢谢 Eddie 的红包，谢谢。谢谢 bro， 谢谢熊包，谢谢熊包，谢谢，谢谢熊包，谢谢小千，对啊，小千，谢谢小千的 love， 谢谢小千的 love， 请优先给我，谢谢，小千的 love 都是我的，谢谢熊包，谢谢蹦金包，谢谢大家的红包，谢谢熊包。谢谢领包，谢谢，谢谢小爱的 L O V， 谢谢 Love， 谢谢 Love， 谢谢小爱的 Love。哎，怎么没有那个？那个嘞？哎，日月星辰的。重来，谢谢 Ben， 谢谢 Ben 的樱花鱼，谢谢。耶、yeah ！我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这个好好看。赞哦！上次那个特效，这个很好用，可是左手有点点感应不到。
我的口红是不是掉光了？等我一下，有点素，赶紧上色，教大家怎么画，就直接涂，然后就会有颜色。你看我涂口红，它有个喷特效，怎样？好看，固定位置在脸旁边就会有，真的。我走瑞婷什么？我记得我没有走他，我只有说他都不捡球而已。我在讲，我是陈述事实，好吗？因为他们都剪太慢，所以我剪比较我手比较长，我剪。或者说讲话就是比较口无遮拦一点，请大家不要走心。就是来看我的台，可能要请你们不要走心，因为我也没有走心，我在直播上没有走心过吧。我如果走心，我会跟你们讲，我会说。好，我现在走心，你们完蛋了，这样。就是欢迎进入我猎杀名单，这样子。你说为什么让你剪圈圈一脸厌世？哎，我是把我的那个圈圈，我是把圈圈的机会就是让给瑞婷，让瑞婷就是可以，因为瑞婷那么可爱，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直接跪，没有关系。我怕完蛋了，好，这样够恐怖吗？谢谢。我开始抓到精髓了。如果当个至少拨个头发，还要给我喷星星，我真的很喜欢突然喷出来，这样就是无时无刻突然喷出来。我是觉得我涂了口红以后看起来比较白了。谁的音乐摇摆？哎，对，我要那个登一下我的那个动物之神，拿不到是怎样？那只有加我好友，我要赶紧确认一下。我们两个要开始尝试玩线上版了，快看快看！我现在就换保护贴，因为保护贴直接裂开，直接开始。快，要怎么看加好友啊？欸，好像有这个东西哦。欸，是这个吗？好像不是，可恶，到底是哪个？新增朋友那边吗？没有人啊，没有人要跟我当朋友啊，是假的。看一下我的那个电子信箱是什么？对啊，我给的他是对的啊。嗯，一直到第四场，今日有人说玩腻，而他玩腻了吗？猫咪肉球，可是我买的，我另外装上去的。嗯，这是什么？到底要怎么加好友啊？其实这个不会用哦，还有个搜寻，它也可以绑定这么多东西哦，手机也可以绑定，好危险哦！所有资料直接拜拜。酷，安来回吗？好像要买吧。听说看到他上次上线，他那个是不同游戏吧？是手机版的。看到我朋友编号可以这样去查，
哦，那我密他一下，等我下。啊！我把我的东西关掉了，我要痛哭流涕。我的音乐没了，吐血。我按到什么东西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哦，有他出来了。其实没声音，谢谢。好，有了。我要放哪？放这。你自己账号页面可以加，他有个好友编号，这个比较方便。密他，因为我今天一直没有回他，然后因为我没有看他讯息。我的台太晃了。好，回他了。等他回我，友谊的小船什么啦？小船什么？我们友谊的小船怎么了？说翻就翻的小船，哦，我怎么那么曝光啊？我真是觉得很恐怖。这首歌的女版，这个是人家翻唱的。今天很好笑，就是我刚刚想回家，我刚刚回家，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刚好跟我弟叫的外送同时抵达家里。然后我觉得很尴尬，因为他就是按门铃，然后我弟没有开门，然后我弟好像是叫我放在门口之类的服务，这样子，就是他有个服务就是可以放在门口，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就是我就停好车，我就远远的看着他，因为我不想要就是跟他同时进家门，很尴尬，然后我假装我不是那一家的人，然后我弟就也没说去拿东西，后来他最后他把食物放在门口，他直接放地上，然后我就觉得说把食物放地上真的很好笑。还没，我再开个，好，现在打也可以，好的，反正我现在没事，快来，那我音乐可能要关掉，我用电脑打电话给你，不然我就不能玩手机，我不能接受不能玩手机的一小时，希望老师不要打电话给我，我现在打给李佳丽，应该我老师都打不进来，电脑怎么打？我打了哦，揉个眼睛，我有洗手。喂，哎呀，怎么没声音？有。好，你的声音现在都听得到了，嗨。耶，yeah, 我终于到家了，虽然已经到很久了。韩现在生日会结束。嗨韩韩，出声，嗨，你要跟他说我在直播吧，他在暴躁，他知道啊，好，那就好。我刚刚强迫他跟他朋友挂电话，为什么？因为我跟他说，我有跟柏林说我们在做报告，然后他在那边说不行，等一下跟柏林聊天，所以你就叫他关直播，你就叫他关他跟朋友的聊天了，笑死，就是你为我牺牲那么多。这个没回这样。我刚刚说什么？我说谢谢你为我牺牲那么多。谢谢，不然都不可能。讲什么东西？谢谢是这样。谢谢是这样。大家不留言。大家不留言，你说什么？我的照片呢？哦，大家赶快去韩寒的那个 IG 留言。韩寒说大家都不留言，你们还不快去留？每个人留五个。对啊，很难过，生日会耶，怎么可以不留言？16岁生日会耶，生日会很好玩，恭喜你又老了一岁，耶、yeah ！ OK 啦，16岁 OK， 18岁以前都可以老。你现在怎样？你现在是得罪两个人哦？是我们是不是？对不起，我忘记你们都已经过18。很多人好吗？青春一去不复返。没关系，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在跟伯乐吃那个。吃东西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聊到会不会游泳这件事，然后我就说、现在不要冒出了一堆流言，然后我就
我就说我只会有仰视，我其他事都不会。然后伯乐就说，可是仰视很难啊。然后他就配了一个仰头，然后就冲到后面的。对啊，我们在吃那个某间绿色的知名餐厅，然后他就是后面有一个隔板，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仰视很难的，我每次仰视的时候，然后我就往后仰，然后我就直接撞到后面的板子，然后超大声，然后整排的餐厅的客人都盯着我看，就那个客人就很惊恐，看说怎么震动一下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天啊，杀了我吧，超尴尬，超尴尬，超丢脸，然后他就给我狂笑，然后全世界就知道是我。哦，那个《动物之森》里面那个好友连续送我两只日本刀，到底他摆在哪里？我真的超尴尬，我才没有在玩嘞！我那时候是很认真的在讲解说，哦，我觉得就是仰视很困难，因为我小学是泳队，然后我就是什么都会游，可是我最讨厌游仰视，因为我觉得游仰视很没有安全感。你是游泳队？我小学是啊，可是因为我一直起不来，后来就没有参加了。哦，那你要不要教我游泳？现在才几岁，然后教游泳，你要？你会骑脚踏车吗？是不是连脚踏车都不会骑？不要笑我，你们是会不会骑、啊？你不会骑吗？我小时候会，长大就不会。你们都不会骑脚踏车，那你们都不会就是骑 U bike？ 不会啊，我十一路公车打天下。十一路公车打天下，你们真的很夸张哎。我们是十一路公车，双脚，十一。我刚才以为你就是意外爆料出你们平常搭的公车之类，就竟然在讲这个。不是，好不好？我的妈，太呛了，爆料台这样子。不是，十一路公车就是你的双脚。听不懂这个笑话。好，对不起。不是学就是不会忘记吗？我觉得很难呢，就是还是会忘记的。会忘记那个感觉，那个 feel 会不见，好不好？忘记什么？忘记怎么骑脚踏车。哇，可恶！我那个我在挖石头，比较尴尬。两只腿等于十一啦。对啊。有人可能是零零啊，就是腿比较长一点。可能我以前是零零。听不懂笑话，好吧？是我刚刚即兴的，我即兴创作。我生活在不同次元。我弟不知道打什么游戏，他现在是狂跺脚，零零。对啊，柏林就是零零，所以就是，啊，我的铲子坏了，气死欸！柏林是 boring， 我现在那个洞直接埋不起来，我知道用手挖是不是？铲子没有，冲回家拿铲子，也太可怜了吧！消化不行，我觉得我的消化可能比品涵好一点点。品涵那天讲什么？我觉得很好笑。那个吗 ？Under the sea 吗？对啊，不是消化好，是很好笑。他讲那个笑话很好笑，我讲可能不好笑，他讲就很好笑。我为什么平常讲出来就是哦，就是好笑，可是你会、不知道为什么吧、哦？这就叫做粉丝滤镜。当然粉丝滤镜。哎、嗯欸，等一下，那个，伯乐借我拉一下票。那个少女咖啡酱投票了。对啊，那个少女咖啡酱大家投票是不是剩最后一天啊？我今天还没投哎、我大家直播完，直播完再投没？哎、不对，可是我手机现在开着哦。我现在可以投啊！我现在因为我是用另一只手机开。好啊，那帮我投一下。等下 Lisa 跟星星的贴文，我要先去按赞。傻眼。先按赞。真美，好，开枪！你们喜欢哪个角色啊？超大声。喂。哦，我按到静音了，对不起。对，我喜欢诺拉跟穆恩。我刚把他们，我刚按到他们静音。我也喜欢无忧，可是你喜欢无忧是因为 Mina 吧？可是我也喜欢穆恩，可是我会投给穆恩，不好意思。我没有说喜欢无忧，我说喜欢诺拉跟穆恩。我说小千刷喜欢无忧。小千。小千。对，没关系。小我罩你。我先回他们那个讯息，就是他在这个游戏里面还可以跟少女们聊天，可是虽然只能回一样的东西。好，我现在登录，我应该可以去投票。你可以跟嘉莉聊天，嘉莉回你不一样的东西。当然，又不是机器人。我喜欢苏小珍，无忧，他无忧是那个佐仓绫音配音，我觉得超香。哥是乖乖投给我，我今天很多票，全部投给你，好投了。
Yeah! Love you, love you. 好，投完了。赞哦！哇，这个战况真的是很激烈，真的。看，大家把手中的五票投给我。对啊，大家赶快投给佳丽。我都逼不得投给我。你今天投票了吗？没有啊，你没有催我，我应该也不会去做投票这件事情。噔噔噔噔噔，好，按个赞。我刚才在干嘛？我刚才逛 Uniqlo 网站，无忧我婆在那边短发就你婆是不是？傻眼！开战哦，开战！对啊，无忧我婆，请你们先让开好吗？无忧我婆，回去洗洗睡吧，你们。凶？我会不会太凶？不会。那荔枝呢？耶、yeah, ，没事。好笑，自己在自己断，自己断了这个话题。没事。短发都我婆。那我呢？你不是短发。你走开。小时候是短发。谁小时候不是短发？你生出来小婴儿的时候，你满头长发吗？不是，我说我小时候。小时候，我小时候有短发、啊。听说我小时候就是婴儿的时候，就是发量很稀疏，然后我妈还有点担心，然后结果我现在头发这么多，羡慕哎、欸，分一点给我，我一直掉。不要，我真的觉得头发很多很不方便。打包啊？可是还是很不方便啊。是没错啦，我现在秃头了啦，怎么办？真假你秃头？太快了！要再重复一次。真假你秃头？对。你姐要重复一次。我是出生就长发，天赋异禀。所以小千，你刚生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长发婴儿吗？那你就不用穿，你就不用去保温箱，就你的头发就可以先保暖一下。先不要，有点可怕。你就不用，就是小婴儿不是要睡一下保温箱之类，就是小千直接不用。没有小要啦，还是要睡一下，就是你要躺在那边一下，就是等让爸妈在外面看你这样子。那种妈妈爱吃刨冰的，你直接南极冷冻库，这有点到我笑点。好，先想后移，真假还含秃头，那奇怪的那个奇怪的谣言开始了。还含秃头的谣言。你的生日愿望是不是许说希望今年不要再秃头？希望今年头发可以多一点，不要。就是大家生日会送我，请大家送我真发衣。讨厌，我就说。哎、欸，送假发比较快哈，送假发比较快，还是十六度啊，才十六是怎样？我会不会就在那边笑一笑，然后我自己之后也秃头？真的是先不要，谁先秃都不知道。植发比较快啦，可是我之前看过植发的那个，就是植发的过程跟认同。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你在笑什么？就是李仔杰之前直播，然后他就在抱怨他的头发，只要洗了，然后很快就会油。然后我就说，那我买一顶假发给你。然后他现在又有秃头的困扰。你知道，所以他现在不要谈论我的头发，讨厌。反正秃头的人，我自己我也蛮秃的、啊，只是我没有露出来而已。就我发际线偏厚。怎么突然听到自己的声音，好恐怖！这个点到笑点对啊，年轻就有头发的困扰。你现在是开什么？为什么我一直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跟你聊天而已啊，我没有开直播、嗯。没有，我说你是换耳机是吗？没有啊，还是我要戴耳机？我是放出来。没，那 OK 没事，没，因为刚刚我一直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因为我把它放一声，我把手机放身上。我们今天是不是逛到哪个地方，然后突然有个乒乓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姐就开始唱乒乓歌？我说你白唱。衣服店，然后他的裤子上面有乒乓球的那个球拍，然后他就说你看乒乓歌，然后他就开始唱，然后我就说安静。因为柏林没有看到，我就哎乒乓，不是会唱乒乓歌？我不会唱吗？乒乓乒乓乒乓是不是？哎，好，再一次，再一次，乒乓乒乓乒。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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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诗雅不停的播 Baby Shark。先不要。Baby Shark。我叫你做啥？吐血了。好了。猫咪虾。猫咪虾。我变猫咪。发生什么事？没有，我要叫他安静。你对他做什么吗？没有，我对他做他的灯。我笑到不行。还有我的直播间就充满欢笑。什么？没有，我送他那个。礼物是跟伯乐的情。不是。他说什么？我送他那个阿米威肯那件外套，因为他一直穿我。哦。所以你三点有一个是那个、哦。那、啊、你们两个互穿就好了，反正你有两件。不要，我就不想借他。所以你们同一件买了两件，那怎样？他每次我要穿的时候，他都把我穿走，奇怪。小烂、欸。反正就是我跟伯乐的对那个。我被蜘蛛咬了啦，我死掉了。我每天都抓不到那个蜘蛛，啊、就是动物森友会里面有个蜘蛛，然后你可以去抓它，然后我每次没抓到，然后我就死。为什么会死？就是你被蜘蛛咬，你会昏倒，毒蜘蛛。我现在找他，无法报仇。对、啊，那你还有另外一个，你买什么？另外一点，你要讲吗？什么？不，你不是三点吗？他那个 Army Wink 不是三点，什么？就是三件东西。哦啊，我就买了那个、啊、两件衣服啊，然后买了一个包包，买了一个帽子。那个包包真的很好看。就那时候叫你买，他们不买啊。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啊，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 Lisa 包坏掉。我那时候也觉得那件外套应该还好。哎、欸，你知道我 Lisa 包断掉吗？就是那条线直接断掉。你这样讲。对啊，我超崩溃。缝起来，叫他缝，他还会缝。对啊，还帮我修，他的拉链还一直掉下来。工具的。拜托，涵涵。涵，拜托。涵，你最好了。我不是你。我不是你妈妈。你这样嘴薄。你看他现在说什么？他现在说他不是我妈妈，是不是？对。我刚刚在唱歌啦。我刚刚是在唱歌，请给我一个机会。好，可以。给我一点回。有没有那么卑微？先不要。你自己开直播来看的、啊。赶快帮柏林冲一下热度啦。你有没有看那个雨靴？我一定要买这个。当暴发户，只能在游戏里面当暴发户。乒乓，乒乓，乒乓，不要再乒乓歌了。我要还债。乒乓，乒乓，乒乓，乒乓。头痛，有人说头痛 ，sorry。还有这个、哦，乒的乒，乒的乓，乒的乓，什么东西？你现在在唱完整版吗？这首歌还有乐器哦。有啊。那你下次 cover 这个好了。那个山羊老师有。山羊老师又是哪位？请问今天是乒乓哥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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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决。好可怕。我今天本来要传教黑黑版，结果大家都不会唱。那为什么变成 No No No？ 因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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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即兴编的。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小雨的告白气球，谢谢。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前奏。那我弄一票，我真的要掰，我很怕。国树你要跑哪去？哎，起来！他怎么可以唱的那么恐怖？好好听。先暂时静音一下。安静，安静，安静，关掉。知道了，之后也不会查到再了解了。为什么？乒乓真的是诅咒之歌哎，赶紧念你们。它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歌。才没有嘛！你没有听到他之前那个打电话那一集吗？
什么？就他跟那小不知道小绵羊怎样打电话，他说问他你会不会卷舌头，才是哦你会吹口哨吗？他就说哦不会，然后怎么吹啊？就只要就是把嘴巴撅起来吹，就他朋友就马上会吹，然后佩佩就挂电话，超级无敌没有教养的小猪。我们看他这小孩是怎样，粉丝快跑光了，乒乓超好笑，不要播了，然后粉丝跑光。我觉得他那个更厉害。佩佩猪逆向开车太恐怖了，是什么儿童节目？吓死我！小 B 谈故事讲了一整集直播。你小 B 谈故事讲了一整集直播。你知道小 B 谈的故事？我知道，你不是你们一直以为小 B 谈是在，你们一直以为 B 谈在小 B 谈站。没有，这只是十分之一而已。然后。好，那我开始了，就是。可以吗？就是有暗流的那边。对对啊，什么？好，应该是。那我们就搭车，就说，哎，应该很早吧？就那边，我们就先搭到七张。那猪超呛，真的。然后嘞，来，继续说。我们还在，等一下。继续说。我们还在七张等了十几分钟，要搭车，等了，要搭往小碧潭的车，结果我们讲慢一点。他真的变慢了。结果我们在搭到小碧潭之后，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先随便走一个出口，就是高速公路呢。你们走到高速公路上，真的假的？认真吗？你们走到高速公路上，这个有点危险呢。观景台嘛，然后看出去是都是车车。我觉得好可怕。双向的东西。就跟 Mina 面面相觑，然后就你跟 Mina 还有面面，不是只有你跟 Mina 吗？我跟 Mina 面面相觑。用什么成语啦？本台不适用成语。我以为是跟面面。他说我跟 Mina 面面，然后想去，我想说你们要去哪？你们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吗？然后说没有，我跟 Mina 面面相觑。来，第二名就可以用成语，是不是？尴尬的脸对看了一下，面面突然没有戏份。尴尬的脸对看了一下，然后又是在乱走。然后我们就想说走到别的出口，然后就发现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走回捷运站，然后要再搭车回旗镇，然后想去真正的小啊，就漏掉一段，就是我跟 Mina 还要去问那个站务员，就 Mina 就说，那个。不好意思，请问小 B 潭是这里吗？然后那个站务员就说：“哎，不是哦。”好尴尬。去了一下，对，然后就好吧，那我们就去搭捷运，要搭回去七张，然后发现还有十几分钟，然后我就提议，我就很聪明哦，就说还是我们先去 IKEA 逛，就是拍一些照片，然后拍完之后十分钟到了，我们再回来搭车。就说哦好啊，然后我们就去一家拍，然后后来就拍了哦很多可以拍呢，然后就在那边待很久，就在那边待很久，然后我就本来说十分钟回去，后来我就跟蜜男朋友说我们就待在这里就好了，反正这里为什么不会一个人快睡着？没有啊，你哦你在看直播吗？对，我们就他在看手收哎。好的，继续说，我在听。然后我们就待在一。然后就待很晚，然后晚上下午5点还6点都去吃冰，不是冰是豆花，热的豆花。没差，差太多了吧？冰的热的两个搞错是怎样？我记错，好结束。好好累的行程哦。很累吗？对啊，我跟你姐每次就是都约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就是我们都蛮有效率的。应该吧，你说是不是？什么？我在放空，我默契不足。不是啦，因为刚才你在讲那个，我已经听好几次了。你听到倒下是不是？他每次在讲直播的时候都讲一次，然后所以我刚刚就在放空，我就在滑手机。怕有人听到。你怕有人漏听这个经典的故事是不是？对，所以我上次还把那个就是放 IG 的那个小便条。
上次我跟妮娜去小碧潭，结果搭错车，然后有粉丝就问说，哎，你们去小碧潭怎样讲？那我就讲给他们听。Okay. 好个悠长的故事。对啊，我们今天我没有聊天放空，刚刚是李彩杰在跟粉丝聊天。他发现李彩杰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决定断线一下。对，我决定断线一下，因为我听过好多次了。你自己在直播讲过是不是？我吗？我好像讲过一次，啊、就是挺把那个我所知道再跟他们再讲。所以他是没有话题，他刚才沿用就是韩寒的故事。好，那还蛮好用的。不要的。你再吵，我就把外套收起来。还可以收走的、哦。可以啊。一言不合就唱乒乓打，啊、来唱乒乓歌，我们就安静。嗯，没关系啊。你要把小贝贝收走，他比较在乎吧。韩直播听了七次，例子一次是练第九次，这乒乓好笑吗？乒乓也不好笑，乒乓不好，乒乓很烦。夏吉嫂晚安 ，Hello。那我们现在来猜歌大赛啊！要猜什么歌？对，等我 do this。那個、我现在随便来播一段。好啊。你们两个抢答。好。不要在那播那种太久歌，我都还没听过。播动漫歌。不然珍珠美人鱼抢答好了。好、okay, 不行啦，珍珠美人鱼我不知道歌名，我怎么会很？先来个简单的，来咯。感觉就放七彩微风。不是，等一下。好。嗯。来吧，大家来猜一下。我知道这是 Uber。髪切った、いや切ってないよ。这你要放哪歌？这是什么？我没听到。柯南的。但听起来不像是珍珠美人鱼。柯南的，他在那边乱。我刚才很认真哎。不行，他放的时候你不能讲，不然我听不见。来。可是他很专心。哦，我知道他的那个片头曲啊。你的期待呀。就是他开，我知道他画面开场就是很多人鱼，然后在海底这样串来串去，大家都交叉游这样子。我说这个片头曲的画面就是他开始，然后就是海底，然后就是五六只美人在交叉游泳。就他们就他们交叉游，没有吗？没有，他们没有交叉游吗？太难，谁会知道那个歌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小时候根本不会记歌名的。那首的歌名你们应该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身后友情吗？因为他有一首歌，他有一句歌词，什么比海洋更深厚的友情。那什么？就是第一个单字的字母是 B， 第二个是 T， 第三个是 M。B 跟 T 跟 M。什么 ？Believe the 妈妈。Believe the 猫猫。错了，海洋的英文是什么 ？Ocean。不是，它有另外一个 M。C。妈妈就 O 开头的，不是，对啊，有个 M 开头，有吗？还是美的鱼，等下那个 M。Mermaid。好，等下我先澄清一下好不好？嗯、完全错哎、欸。是我想也是。Moment。哦。Moment 是怎样啊？ Moment， 然后就有大家跟他唱下一首，这首我歌名也没听过，所以你不用紧张。好来。你还是这一句，因为我想说难一点，你们刚刚说太简单了。离近一点。爱的百宝箱。
什么爱的百宝箱怎样片尾曲哦，一起来，对，什么妈妈的爱什么一针一线怎样怎样的，超尴尬，妈妈的爱一圈又一圈，然后怎样怎样的，是不是有这句歌词？有吗？好像有什么妈妈的爱一圈一圈是，不是吗？好吧，尴尬，我加粉，我加粉。我们来猜动漫的，真的没人看。对啊，拜托猜一下动漫啦，反正最近这么多，你知道最近很多，你们知道最近很多那种动漫就是都延期了吗？就是约定的梦幻岛要等到2021年呢、欸，谢谢。我真的很难过。我第一个就传给雨露，然后他就崩溃，然后我就想要不要传给你，可我想说算了，你看鬼灭已经看到够煎熬，我就先不虐待你。好，不要再讲鬼灭了。对啊，感觉鬼灭真的不会延期吗？我也是，哎、欸，对啊，他这礼拜是不是没有更新？哦，我真的快气死了。我真的超级无敌气死，我真的很期待礼拜一赶快到来，就是赶快玩，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认真认真啊！恭喜约定的梦幻岛延期到2021年的1月见哦。珍珠美人，他本来10月就要播了。这时候我心中，那是不是就那个我知道那个路亚在洗澡的时候听的歌？路亚的个人曲，就是他洗澡会唱的，是不是？路亚爱洗澡。你们怎么唱起来可以那么好笑？是在 Hello， 叫什么？我期待很久，然后他就这样延期，我真的很难过。这一首叫什么？不然不敢理你。没啊，我要顾一下粉丝，我要顾一下观众，不然他们。没有，我想玩一个，就是粉丝有没有玩 Join Us 的游戏？那就绝对不会是猜美人鱼啊。对啊，好吧，那可以猜一下这一首，拜托。那么真心话大冒险。好啊。你还想继续你的游戏是不是？不要啦，好，我们开始。快点，不可以太过分的。好，大冒险可以看看，接受度就是好，那要怎么玩啦？那我们就从韩寒开始吧。我知道这是青鸟啊。对啊，你是什么？没童年呢。安娜苏拉。我又没有看火影。什么我也没看啊，因为我知道。我不是那么常看动漫的人，就是有时候看转台的时候会听到这样。对不起，我没童年。没关系，马上进行下一题。谢谢朱里恩送的果汁。在场应该很多粉丝都是。现在有粉丝听出来了吗？没有，因为我这边根本没声音。什么无敌铁金刚？飞吧飞吧，好了够了，可以了，谢谢。那个像校歌一样的歌声，就是很久的感觉。好，真心话大冒险。真心话大冒险。大冒险，去买一顶假发。现在直播戴假发。等一下，为什么你们要一起攻击我啊？什么？那我超不公平好吗？那个音乐传到我这边都不知道几秒后了。好吧。不行，我们就从你开始。不要。要从扎莉开始。要出手。请问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白的选大冒险就很难出没。真心话吧。大冒险。真心话。好，真心话，请列出五个你最喜欢的成员，前五名。不要。快！这个很好，好不好？我没有说三个就很好，我说五个、欸，五个你有很多扣篮，还是你有五个以上的？你闭嘴啊！我没有说玻璃，你彩姐是怎样？好，不排名啊！好，不排名，不排名。那个名字顺序不代表排名。对。菠萝、韩寒、面面、
你看第一个讲我。然后等一下、哦，他现在想说我要讲谁才不会就是，对，才不会那个犯下大错。讲到我了吗？他讲了，他第二个讲你，我是第一个。没有顺序不代表排名，以上顺序并不代表排名。看到你把手机没电，没关系，充电充一波。嗯，怎么办？接下来有点难排耶。那就挑一个，随便挑一个。嗯。平安。七七。哦，好吧。应该是七七吧。好。那就比较常常跟七七，就是。鬼没有更新啊，换你，换我什么？五个，怎么我也要列五个？那给你难一点，列三个。我以为你要讲说讲出五个不喜欢的成员，没有不喜欢的成员。没有，你要这么过分吗？玩这个，然后我还答不出来。因为没有讨厌的人。哎、欸，有鬼没更新了，203，马上看齐。给我先列出，我先列出。先看一下。等一下，先列出来三个。三个，只能三个哦。对，只能三个。你这比我过分哎！好，那我先把在场的列出来。好，那我就这样列吧，我就列好，想想。非常的紧张害怕。我列出好，以上的排名不代表顺序。好。顺序不代表排名。好。那栗子涵涵，然后瑞婷，不行，我觉得栗子瑞婷，然后一家好了，不然我觉得好伤感情啊。我刚才要说，涵涵不好意思。三个人哎，那你到底要抉择谁呢？很难。真是确信，我们的友谊就到此了。拜拜。不行，我们是正解。五个的话就有涵涵了，不是三个没。现在怎样？没关系 ，OK。那你李涵涵列出三个。不了。周老师真的假的？那现场的都要讲。对，真的是习惯呢。冰 skin 的，在现场的。你说我跟你姐，然后还有冰 skin。对，在现场都要讲。可是我看你平常互动也就都是几个啊。被揭发，没有，我还好没给他出五个，不然讲不出来。好像没有别的比较好了。瑞特好不好？瑞特。那你没有给他前三名，他大概哭死。哎，怎么办？瑞婷表示，我当时难过极了。我当时怕极了。好，那我们再来下一 round， 下一 round。真心话大冒险。好好玩哦。不是，我要问你伯乐。我要换你了吧？选大冒险吗？换你家里好吗？好吗？那真心话大冒险，真心话。不要，你要选大冒险、不要。那、你们又没有脸露出来，你们要怎么大冒险？你们除了很鬼叫之类的。我等一下要帮你选大冒险。你们除了鬼叫之类，好像不能做什么事。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你搞的那讲游戏，谢谢。好，赶快出啊！出吧。是我啦，不然我出啊。随便。你帮你姐出。嗯，真心话。有什么？放的 T 恤很可爱。真心话。等一下，我看。我觉得这题目超难出的。大冒险更难出吧？没有，大冒险超好出。那你要出什么？我等一下再输给你。你再输给我。如果明天世界末日，你现在最想干嘛？你是问我吗？还是问你姐？但是问姐姐，不是问到姐姐。我对啊。如果明天世界末日，最想干嘛？吃饱睡饱躺好。那、你平常都没有吃饱睡饱，是不是？没有，可能没有睡饱，可能应该有吃饱。没有睡饱，最近在减肥，有没有吃饱？林采洁没有吃饱，哦，可怜，好无聊、哦。但我也觉得好无聊，他的答案有点，他的答案让我失望。大冒险，我帮你选大冒险。
谁？你啊？那你要给我什么大冒险？我考虑一下。那个太闹。拿起手边一个像盒子的东西。然后。你说上盒子的东西放在肩膀上，抬起来跳舞。我要怎么跳舞？我现在会，我会东西会掉下。而且我现在这旁边很窄。我要跳什么？我可以夹着吗？玻璃，你们要照做吗？他是出就大冒险啊，没办法、啊，游戏精神。嘿的哦，这是台关吗？白痴啊！你让我看了什么？嗯，好笑，我可以抬这个比较像。世界末日，然后李佳一世界末日，我在帮他抬元宝起来，噔噔噔噔。我傻眼。我想说有什么好笑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梗在哪里，但是最近很。我要给他出一个最蠢的，完了，你来，你才解。不行，我要想一下，我要想一下，不行，我要想一下。那请问彩杰，如果Uni Bellflower 跟 Uni Sakura， 你最想要加入哪一组？如果要你换组的话，可是我觉得 Sakura 有累积。我不管你，你就是要选一个，就是如果你现在不能待在 Daisy 组，那你这两组你要选哪一组？还是你要回答说哦，等小组投票结束，我再决定这样子。好、哦，小组投票结束。不行，你要给我选出一个。那哪一个啊？好了 ，Bellflower 吧，有姐姐。有姐姐，好，这 safe。对啊 ，Bellflower 有零姐。不要。你再给我放个比圈子，很笑死我。其实我没有看过我是看，看一直看大家传，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梗，不然我把没来看的。小声一点，然后我们两个，我不知道还能问你什么、欸。你要问他，快点要问他什么？我们不是已经问他完了、啊，所以现在是要问你。对啊，是换我，好，那你问我。哎、欸，你安静啊。那小夏要问什么比较好？戴耳机。快，我们要玩真心话大冒险，你不要在那边吵。嗯，我来想一下，有什么比较好一点的问题是精彩的，然后又不会。太过的问题，这很难想，就是从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我只想一个超不行的题目跟一个超无聊的题目。那我不能问他那题啊，因为他一定他的回答我一定知道。什么哪一题？什么东西？没事。好，那我在问会不会太过分？请问你三个弟妹最喜欢哪一个？三个弟妹最喜欢哪一个？啊、很简单，应该是韩寒吧？因为哦，真的假的？弟妹妹年纪差太多了，就是你会没有共鸣。好吧。可是也不会到不喜欢他们。我本来想到你们会不会问我，就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之类这种问题，然后我觉得很难回答，因为就是不管回答哪个都不太 OK， 不太妥。可是我就最常就是跟韩寒相处了，因为跟。两个小的比较有隔阂，就是 sorry 问了一个无聊的题目，教他们东西，就比如说教他们功课，教他们干嘛，教他们干嘛，跟他们很没有隔阂。啊，你差的年纪比较少啊，你差。我应该问说，那这个下一个再问好，那换我，你们要问我什么？真心话，谢谢，我不要打冒险了。我觉得刚刚那个还不错，我也觉得还不错，蛮好笑的。那我刚应该要连配乐一起播的，不行。对啊，然后我就发现我中计，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后只有我不知道，每次都这样子。请问，如果今天只有你一个独生女的话，你想要有哥哥姐姐还是弟弟妹妹？为什么？嗯，要思考一下，因为我比较想当独生女，没有想想。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
我在思考我要选姐姐还是妹妹，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当最大的，可是我想要有个人照顾我，那我想要选一个就是会照顾我的妹妹。我想要选个一卵双胞胎妹妹，就是不要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是妹妹，因为我想要有那个老大的特权。来，李彩姐，你讲的是你直播跟他们讲番茄有什么好处？可以骂的。对啊，就是这个就很好啊，虽然就是穿新衣服。对，可以穿新衣服，可是我弟弟也穿新衣服，因为他穿不下我的衣服。好吧，如果穿下你的衣服才奇怪。他小婴儿的时候就不能穿我的衣服了，他出生跟我的功课数就不一样了。对啊，妹妹博一，你再帮我把名字想好。柏林感觉就是选妹妹，可是选太小了，我都觉得就是自己的妹妹跟别人的妹妹又是另一回事，你知道吗？就是外面的妹妹就是很可爱，可是如果她变我自己的妹妹，就不知道会变怎样。我说外面那种小妹妹，更小的妹妹，她就乐乐可爱。对啊，可是发现如果这种年纪的妹妹当自己的妹妹，我应该会有点开始觉得她们不可爱。好，算了。对啊，因为我想要有一个就是很时尚的姐姐，然后她的衣柜有很多衣服，然后她很大方。你说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吗？对，她很大方，她就会一直借我衣服穿，然后我就不用买衣服。不是星星吧，是她会一直借你的衣服穿。可是我就买一些丑衣服，她就不会跟我借啦，然后她就会自己去买衣服。然后像姐姐这种时候就会跟你说，啊，你是不会自己买自己的衣服。怎样？每次要穿我的衣服是怎样？对啊，然后就会造成是同家，然后竟然有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的事情发生。我们家很常出现。我们家都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家是一件，然后大家一起互相穿。有时候我妈衣服还出现在我衣柜里面。傻眼。对啊，可是如果有，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就是各个兄弟姐妹的各个好处是什么？哥哥跟姐姐真的有差别吗？我觉得哥哥有差，哥哥就是你在学校被欺负的时候，或许会听。我在学校被欺负，不知道哎、欸，就是那个漫画看太多，就是动漫里面的哥哥吗？对啊，动漫里面的哥哥人都很好。你说炭治郎吗？我也想要有那种就是很照顾人的哥哥。对啊，如果我哥哥，我希望我哥哥可以跟炭治郎，就是我都变鬼，然后还是附上他的人生，然后就为了救我这样子。真的。超赞，可是现实中的哥哥就是哦，拜。现实中的哥，我希望就是帮我买晚餐吗？帮你找地方买这样子，然后他就整个就是剧情就是结束。没有，我希望有全剧中就是那种下班可以就是接你，就是下班的时候他会来，就是练习结束他会来接你，然后就是你要去哪里他会载你去的那种。这些我们爸爸就会做到了。没有，可是我爸没有。爸爸如果没空的话，哥哥就可以就是代劳一下，是没错啦。可是你知道，就是我刚考到驾照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跟我弟说，就是哦，我可以载你去学校，然后他就拒绝。他就说哦，不用，我自己走就好。我不知道，我妈后来跟我讲说，她是好像是怕丢脸吧，就是她觉得姐姐在学校她会很不好意思。哦，可是如果是哥哥在妹妹去学校就不会啊。然后那个哥哥还没说你是不是没空。我在想说会不会被，那如果有姐姐，就是我刚刚说到时尚的部分，就是我有三个表姐，然后她们是三姐妹，然后她们就是因为她大姐就是一个卖衣服的女生，所以她就是很多很好看的衣服，然后她的妹妹都会把她的衣服拿去穿，可是就变成她姐姐超不爽她妹妹的，就是你就自己买就好了，干嘛一直穿我的衣服，就是觉得好看才会想穿呢、啊、反正穿的时候你也没穿，就是这个概念吧。可是如果自己的衣服想穿的时候被穿走，真的会蛮气的。对呀、啊，我告诉你，我上一次就为了啊跟你出门吧，然后我就要穿黑色内衣外套，我就跟你穿一样，就李彩就帮我穿走。然后我多气吗？穿出门就找不到啊，真的很难过。可是穿没关系啊，就是好，我已经没有办法帮你们找借口了，带过。弟弟妹妹有什么好处？没有。除了可爱，妹妹，我没有妹妹，所以我不知道。可是我有弟弟，我目前觉得好处可能就是，好像、啊、有时候我觉得，李彩杰，这你去养个两天，你就不会想要妹妹。你把我弟放在你家，应该整天骂他，我觉得太吵，一直打电动。好不好玩那个？太吵了。奇怪，我们
就会回家就会变很乖，因为我们家大姐可是出了名的凶。对啊，她应该被吓死。可是我跟你弟是不是同年吗？他就在他现年十七。哦，那好像比我小一岁。对。那我就可以骂他。你可以把他骂死。对，他应该被女生吓死，他很怕女生凶，可是他不会怕我凶。听说他跟我讲。为什么？这边讲一讲，然后等下他就冲过来说：“姐。”不准啊，不是爆料。就他之前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之前我有时候直播，他有时候打电动那么大声，然后我虽然我跟他讲过，可是他就是没有哦，谢谢阿当的新之冠，谢谢。就是他我跟他讲过说，就是我要直播，他就不会很小声，然后有时候声音就会跑进去，因为真的录得很明显。然后我有时候拿给他听，然后他听到他就有点点震惊，就原来他那么吵，然后后来他就很认真的安静。谢谢 AD 送的人浪 live 会员选票，谢谢。他现在就是很认真，就是如果我说欸我要开直播你要安静点，他就会跟他朋友说欸我等一下要安静哦。然后 他说哦又是你姐哦，然后我弟就说哦对啊对啊。我是觉得我超可怜的，我也很可怜好吗？我都不知道我在他们那群小朋友里面被传怎么样。欸你又要小声哦，你姐要开，你姐要，没有，他们不知道我要开直播，他们就说哦又是你姐叫你安静哦这样子。感觉你超坏的，来，我人超好吧？对，你人超好的，谢谢。谢谢 Nick 开的木宝箱，谢谢。我是觉得很好笑，弟弟心里苦，但是弟弟不说。哎，我也对他很好，好吗？他有时候，我来想想看，想暂时想不到。帮他买游戏片，例如说，帮他拿把 Switch， 他就很保护。对啊，换保护，那个 Switch 是他摔破的，但是根本不是我摔的。就是他摔他那边不承认，我跟你讲，我那天放在床上充电，然后就全世界不会敲门，就走他，就是会偷进我房间走他，然后他就是进去想拿吧，然后他可能就一个手滑，他应该有摔到，然后他就裂开，然后我就问说谁摔的，然后他也就是不承认。这通常都不会承认。对啊，是我也不会承认，所以我就想说算了，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Q 弟试过，但是一直直播大声唱歌。想不到上次对他好是何时，有点突然想太多，所以没有办法举出来。你要这样说，他蛮贴心的啦。我也想要有那个贴心好弟吗？对，快了，他快长大。可是我跟他差了12岁，我如果等到他会骑车的话，我已经30。对啊，你那时候你都已经不需要他在了吧？你那时候都不知道自己骑几年了，好好笑。谢谢 Nick 的咖啡豆，谢谢。很好笑哎，真的。不是啊，就是人家就是说，就是那个，你弟要来载你们，从来不是差一两岁，没有我差12岁，我弟来载我，你弟怎么那么小？还好我跟我弟只差3岁，方便到爆了，就是。OK 到爆年纪，我们直接超方便，可以当朋友，又可以当姐弟。哦，我也想要哥哥或弟弟啦。真的没有差，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差。我觉得个性。对啊，像我的功用就跟哥哥很像啊。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一个会骑车载弟弟下课的人。好好哦。我要主动提供服务啦，只是他不要。摩托车载我吧。你们叫韩去学，都不是你去学。还有很久哦，因为我还有很久啊。你不是有练习过？有啊，可是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好，那么还是慢慢来吧，免得就是路上的人要小心。你现在在广播，然后你车子上面要贴说"我来了，请小心"。新手驾驶，请离。就是挡泥板还要贴说，就是贴你自己的脸，然后上面写说请保持至少10公尺。对，好笑，今天的聊天好好笑。我也觉得今天的话题超好笑。嗯。好累，笑得好累。快点，真心话大冒险。我先考你。延续了好久。我考你机车要怎么左转？
机车可以直接绿灯左转吗？不要问我这个啦，我这还没读交通法规哦。被这尝试。我没有尝试。好吧。请给我限速例子。我傻眼，有没有刚才看到？直接把他那个电池锁住，这样子就被他锁电池，因为我忘记缴费。超气耶！我那时候忘记缴费，然后他就不让我换电池，然后我没有电，然后我就赶紧冲到 Seven Eleven 去缴钱，尴尬一波，超尴尬，而且那时候我快迟到，我考试快迟到，然后我想说完了我没电，赶快换电池，然后突然说啊你忘了缴费，所以我不给你换电池，然后我就气死我，就是你电池塞进去它会弹回来，同样两颗弹回来给你，不给你换新的，对，不给我换新的。然后我还不赶快去缴，还给你两颗，自己想办法。如果还有行车纠纷，他应该对那个人唱乒乓歌。然后那个人就说：“好，算了算了算了。”那人就说：“好，算了算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没有缴钱他会弹出来，太难过了。直接告诉我们要时时刻刻记得。对，然后要提醒大家，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事，忘记交钱。对，这是第一次，因为我真的没有，就是有点忙，就没有注意到。要那个设个通知，就是如果出行车纠纷，然后可能就是那个驾驶要转车窗，然后要准备就是跟他说在搞什么鬼，然后就突然乒乓哥的响起，他就默默把车窗摇上，然后就开回他的路。天哪，是这首歌，惹不起，这个人惹不起。不要再唱了。对啊，然后就发现那个驾驶就是李佳丽，然后结果是李彩杰在那边，我觉得会打他。然后佳丽到公司跟我讲说：“姐，我可能真的是骑车不爱骑什么东西。”然后就喊说：“哎、欸，我刚刚差点发生车祸、欸，哎，原来是你。”摇下车窗那个人还唱乒乓歌，到底在干嘛？对啊，但是谁在唱乒乓歌啊？你说现在大家都在走，大家都在走那个洗脑路线，是不是 ？No no no， 史上最低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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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那怎么学？不知道哎。喵喵喵的精神。嘿嘿。大家记得每天都要喵喵喵。好。嘿嘿嘿。嘿嘿。嘿嘿。学业成绩突飞猛进啊！这个真的是有，就是有说服到，是因为毕竟他是聪明王。学业成绩突飞猛进吗？那我们真的是每天都在喊一下，然后结果没有突飞猛进怎么办？那可能是 yes yes yes， 那可能不是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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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改变，就是我们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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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咒都救不了这样子，真的。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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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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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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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开始编起了不同的旋律。我不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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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那我们可以陪我陪你一起不聪明。谢谢嘉吉嫂的 love， 谢谢。他也是这把喷了 ，no no no， 他第一名是 no no no， 第二名是乒乓乓，这真的不是就是谁最洗脑的比赛之类的吗？啊 ，no no no 跟乒乓哥都很可怕。栗子口头禅，你是第几名啊？现在吗？智商。怎么会第几名？智商大考验。十二吧，好像。你们前面？当然，我谁 ？No no no 的姐姐，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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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乒乓哥的姐姐。天哪！乒乓哥姐姐。我记得好像是十二名吧，我刚以为你问我说那个游戏那个第几名，吓死我。不是好吗？我没事问那干嘛？
因为我刚刚前面在聊那个啊，我今天前面在跟他们聊那个智力测验。哦。喵喵喵。有垃圾。他竟然弹出垃圾桶，我要气死了，可是我还不能去捡。不要再剪了。No, no, no. 那到底是什么歌？我要查一下，它叫什么？它真的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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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好像是布丁狗的歌。哦，真假？嗯，应该吧。嗯，可是我打出来都是别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应该问一下布丁。问专家 是？问始祖。问始祖说那个到底哪来的？好，之后再问他。那首不好找，好吧？他连找的都这么，不是我们凡人找得到，是不是？学校是听洗脑歌，笑。哦，那首歌是 日文的歌，是啊，他说找那首歌要打日文，那应该不能打，因为电脑没有日文输入法。可以用那个、啊、可以泡沫泡沫扑林泡沫扑林当时什么啊，就是泡沫泡沫好像是 QQ 的意思吧、欸、查一下然后播给伯乐听，我用英文打打看，打罗马拼音。啊，等一下，我忘记 po 那个了啦，咖啡枪的限时动态。赶快看啊！不行不行，那个要上滑要那个连接。嗯，普林丹斯。他跑出一个西洋音乐，不知道为什么。之后有人在相见，没有，之后有人在相见。三立欧的频道。那我来问，请问你最喜欢三立欧哪个角色，跟最不喜欢三立欧哪一只？你问我吗？嗯。我们看我们的是不是一样？我最喜欢的是、這個。等一下，我查查看三丽鸥。我最喜欢的现在在我手上，然后我最不喜欢的没有在我手上，可是我等一下会跟你讲是不是他。三丽，我可以跟你说，我小时候最喜欢 Hello Kitty， 但现在不是了。嗯。我看看三丽鸥有谁，因为我最喜欢的是拉拉熊，可他不是三丽鸥的。拉拉熊不是三丽鸥，拉拉熊是隔壁棚的。对，隔壁棚。以前没看过。有吗？就是那个，哎、欸，我小时候很喜欢宝石宠物、欸，哎。那啥，忘知道，就是忘了没看。兔子，就这个、啊，我小时候超喜欢宝石宠物的，我截图给你看，这样你看得到吗？看到，我会用那个电脑看。这个宝石宠物。哦，我知道那个花小兔、欸，哎，后面不好看。这个猫猫猫也好可爱。那个车也算是一个动物吗？乐跑小车。你也在查、啊？没有，我在看你的图片后面的、啊。宝石宠物，我好像之前有听说过这个东东。蜜糖邦尼，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我记得那个时候麦当劳出过的。哦，2000年，哎、欸，有些都嘛是新的。我刚才看有一个是2017年才出的。你现在在看它的官网吗？对啊。欸、对、啊，好多、哦。我觉得可爱，我觉得可爱。蛋黄哥也是三立哦。对啊，你不知道。我不是不知道。我是另外隔壁家。就不知道他可能是 solo 出道。傻眼！我觉得元老级的应该是那个吧。怎么有鲑鱼跟牙齿啊？吃人。还有一个跟那个美乐蒂很像的。你说蹦蹦兔吗？那个梅罗。哦。我看有没有什么超好笑的？三丽鸥男子，哎，我很喜欢，我那时候看。我
他就是把三六人物拟人化。哪里？哦，我刚好像他突然出现五个人在下面那个。他是在想说，他们不是拟人，就是他们就是六个喜欢三丽鸥的人。Oh. 然后他们就是藏来藏去，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跟他们彼此交流。哦、oh, ，不想，哎、欸，哎、欸，但喜拿跟我同年出生呢、欸，是大耳狗吗？其实我好像蛮喜欢，我也蛮喜欢库奇尔的。我要讲出答案。还有，你点开他的就是。有简介，还有简介他的家人跟朋友，熊猫妹。S H 照顾木山起身，吓到了，这么快？那个大耳狗的大耳狗那系列的人，我还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大耳狗，不是什么东西？大耳狗，可露娜、波隆、卡布奇诺、摩卡、戚风、咖啡牛奶、可可与榛果。大耳狗不是？哎，大耳狗。不是西南萌吗？嗯、然后他上次在直播讲大耳狗的那个是大耳狗，什么弄弄？就大耳狗是大耳狗，不懂。你没有 get 到，你没有 get 到。大耳狗的日文是大耳狗。为什么？就大耳狗的日文。好，算了，你算了算了，没事没事。我说你没有 get 到。对，我没有。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害我开始觉得紧张害怕。李彩杰的思维，对。看一下梅罗到底是不是美乐蒂的好朋友？他现在不是美乐蒂好朋友，他长得跟美乐蒂超像。他喜欢的东西是美乐蒂。Hello Kitty 也很像。所以他是美乐蒂的粉丝嘛？这怎么衍生出那么多派系啊？花小兔见蛮久，之前就看过。你应该问我另外一家，另外一家我还蛮多喜欢的，另外一家叫什么？他那个切片妞的、啊，那个鲑鱼人，还有鱼板妹，我来看一下，齿 style， 哦，他的员工是臼齿跟龅牙，还有金牙，齿黑小姐、虎牙妹、银牙、齿垢男，然后他的简介是假亲切的心机男，什么啦？根管牙没神经的家伙，笑死。根管治疗过牙齿，所以他就是简介是没神经的家伙。然后植牙就是能力很好的员工。快笑死！龅牙超的关心想做跟别人好的员工。齿垢男超好笑，假亲切的心机男。金牙还有董事。董事青牙就是猴牙这样子。猴牙。臼齿不起眼但很勤奋工作，然后臼齿明明就很那个，他怎么没有智齿？喜欢躺着在柏林的嘴巴里面，还有韩寒在嘴巴里面，就是不那个不好好站好，天天要躺着。智齿喜欢躺着在别人嘴巴里，叫做水平智齿。对，衍生派系水平智齿，超难过哎。那个大宝是三丽鸥，然后他的简介就是妈妈、爸爸、弟弟、小马、狗狗跟女朋友。哈，写什么？大宝就是有个三丽鸥角色，就是嘴巴一张开那个。他很久。他官方妈配个女朋友，然后他女朋友嘴巴一张开。哎、欸，他好久，他1984年。这个线条感觉就是蛮久以前的东西。布丁狗多久啊？布丁狗1996年。他的体重是一颗西瓜的重量。Hello Kitty。身高是五个布丁的高度。1974哇。专长：睡午觉、布丁狗体操，和谁都能马上变成好朋友。然后他的梦想是让自己变大一点。水逆之呼吸，水平智齿。看线条感觉得出来，就是大概是哪一年的。对啊，那个淘气猴感觉就很久，看一下，看1992，好像也没有很久。他的那个家人根本就每个都长一样。
那哪个？贝克亚感觉也很久啊，1990，好像也还好。真的很好笑。1989，帕恰。奇妙先生也是，奇先生妙小姐也是三丽鸥。哪里啊？右下面。嗯，真的不会知道那么久哎。哦，新干线，新干线是几年？1999。新干线应该蛮久了，可是最久应该是 Hello Kitty 吧。Hello Kitty。蛋黄锅。肯定猫都可以当我阿姨。双星仙子是染发的吗？哪个？他本来不是染发跟粉发，然后他们现在变橘发跟黄发。哎，对耶。新干线跟柏林一样大，我看一下。哎，他1975哎，好久哦。Little Twin Stars。真的，我弟弟很喜欢新干线以前乐跑小车，他那连脸都没有，可是这个好好看，他的图案。梦梦猫。喜欢的饮料、哦、和女孩子一起喝牛奶，午餐。对啊，真的很神奇。嗯，掌上熊的好可爱、哦，可是它的尾巴是狸猫吧？突然好想喝绿茶，出门买，叫理财姐去买，她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可是我还是不会去买。通常这种时候如果有哥哥的话就可以叫他逃退，如果他很爱妹妹的话。你要先有一个很爱妹妹的哥哥。我想所有的兄弟姐妹的好处跟坏处都是建立于他们到底愿不愿意帮你去买东西这件事情上。对，如果是一个很愿意的哥哥，真的，对啊，那就很好。不管是哥哥姐弟妹真的没差，就是差在他到底要不要帮你做事。就是差在他会不会就是愿意帮你去买东西。我跟我弟都轮流，现在就是达到最平衡的方式，就是必须轮流。李彩杰都不帮我买，你要帮我买过？有饮料啊？某数字来，我现在念排名。好，等一下我有进房吗？相机有啊，有就好。好的，今天的第十名，谢谢玉昌，谢谢玉昌，耶、yeah, ！你们要帮我附送一下， yeah, 谢谢。然后今天第九名，谢谢李佳丽，谢谢， yeah, 谢谢。你这怎么只有这个一页最大声？然后第八名，谢谢 Ben， 谢谢 Ben， 耶、yeah。然后第七名，谢谢呆呆八十七号，谢谢呆呆八十七号，谢谢。然后第六名，谢谢草莓酱，谢谢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然后第五名，谢谢阿当，谢谢阿当，谢谢谢谢阿当，谢谢。然后第四名，谢谢春品 Nick， 谢谢 Nick， 谢谢谢谢。然后今天第三名，谢谢 Lowly， 谢谢 Lowly， 谢谢谢我的重复送机。然后第二名，谢谢小雨，谢谢熊猫小雨，谢谢谢谢。然后今天的第一名，嘟嘟嘟嘟嘟嘟，谢谢阿正，谢谢耶，我猜对了耶耶，谢各位，谢各位，我都听到这个声音，辛苦谢谢，希望大家也可以来看我的直播。然后下个礼拜的 Puzzles 的表演，请大家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看我们参加跟参加夫人，还有整个团队。然后我们，对，我们下次见，辛苦了，晚安，拜拜，大家晚安，耶，奶奶，截图一波，晚安。